你这间厝住几年啊？到尾二三十年啊。二三十年尔哦。哟。打二三十年尔哦。嗯。哦，啊！你今年几岁？我。嘿。歹势，要以后坐。免紧，你今年几岁？93岁哦。哟。啊，人拢安那称呼？啊？安那称呼？哦，门外名哟。嘿。我家己是姓刘啦。刘哦。嗯。啊，人拢叫你啥？啊！人拢安那叫你？人叫我爱叫伊啊，爱叫伊。啊，恁兜敢有电视？有啊。啊，你敢知影讲？我即摆拢无伫听。一个。看我人破病。破什么病？即摆心脏病啦。啊，你教谁住？我。啊？你教你几个人住遮？我本来是三个人住，阮老的过身。啊，阮囝去大病院啦，精神病啦。精神病。哈、啊，差不多住要四五年啊，四年哇，伫玉里啦。玉里哦。嗯。啊，遮就剩你一个人。哟，剩我一个人住。啊，一个人先。啊，我即马正整理好，就要紧交行伊啊。哈，啊，要去对。即马逐日你无闲。哈、啊。啊，你要去对。去阮囝遐，玉里哦。阮大汉囝遐，无啦，阮大汉囝住三重埔。三重埔，啊，伊咧做啥？玉里迄是上细汉的。嗯。啊，三重埔咧做啥物生理？伊无做生理。上班哦。较早开工厂，即嘛拢，嘛做工就对啦。哦。啊，你敢知影讲一个足大的风台，今仔日暗时要来？风台，今仔是暗时的风台哦。足大的风台，今年上大的风台要来啊。安尼哦。所以即马拢无风。有啊。你敢知？唔知咧。啊，恁这边吼，若是足大的风台来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唔知啊。伊进前啦，是拄着足大的风台啊，啊这边会安怎？无啦，有小可淹水啦。淹水哦，淹到底、嗯。所以我才做较悬啦。遮悬哦。较早会淹水，才做较悬，较袂淹水。哦。啊，我到拢淹水的。哦，最近敢有淹水？即嘛就无风台啊，也毋捌。今仔日暗时开始哦。哦。到拜六。足大足大，上大的嘿。哦。连美国拢讲足大，美国拢讲会对台湾来。哦，安尼哦。对迄太平洋安尼过来，足大的。哦。所以我甲你问讲，这边吼敢会乱七八糟安尼？安尼哦。敢会？以前做风台，才敢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了，有空会流雨。这敢师傅创的，拢请师傅创的。是啊，较早人土水师傅创的。啊、哦、啊！这大起来安怎？这柴的。哈？这柴的大起来安怎？熟悉无？无安怎？敢会热？热。嘿。热倒也嘛会热。还是凉。靠电风啊。啊、哦，安尼应该凉，靠电风。啊，那是冬天敢会很冷？啊、冬天会很冷吗？会安那。冬天敢会足寒？嗯，嘛是袂啦。遐侪年就安尼过去啊。哦，啊爱嬌伊进前是咧创啥物个？啊？你爱嬌伊哈？嗯、啊。你进前是咧创啥物个？做啥物代志？我、哦。嘿。较早少年了，嘿，进前啊。我较早少年住，啊，你甲问也无路用啊。迄个囝精神病，我甲照顾十八年。哦，翁破病，你中风你顾。嗯。啊，神经病，细汉囝嘛你顾。哈、啊。啊，你搁咧做生理。啊，我就认真。
拍拼趁钱，嘛是是迄两个人，嘛是歹天啊，嘛是咧想歹天啊。哎，伊想歹天啊，伊趁钱拢伊家己，伊家己开啦。啊，你安怎趁钱？我啊，我卖做小生意就对啦。嗯。我无本啦，做较俗个啦。啊，想啥物？卖药啊啦。药啊。嗯，安尼啦。哦。一直拍拼做生意去安尼啦。哦，就趁一寡小钱安尼。嗯，啊嘛无够无本啦，无本钱啦，哦、做小手啊啦，做较俗个啦。嗯。安尼应该讲欠啦，债务多啦。哦，安尼啦。安尼应该迄、那个是迄两个人的债务多嘛？哦，无。安尼来土地公会甲你保佑，啊你，互你活较长。哈。互你活较长嘞，应该土地公会甲你收啦。哈。拢先付你甲我保佑的。嘿。无几工啊，爱行一跳。啊，你敢会？我即摆一直要整理啊，整理互伊听。啊，你敢会毋甘？你安怎毋甘？哪有法度？国家的代志，毋甘嘛无法度。你靠少年的手啊，就好啊，有啥物好毋甘？啊，伊。我即摆就老啊，也未趁钱啊。哦。我囝的有饲我。一点安尼，下晡一点嘛。嗯。一点，嗯。较前两点，阮去，要去拜拜。去对拜什么？今仔日拜四吼，是无？嘿，今仔日拜四。拜四一点钟爱去听课，阮一贯做个单。十二号，哎，七月十一号。十一号。拜四。一点。六。七月啦，哈，七月，七，哦，新历七月啊，嘿，六月，六月初四，六月啦，迄是旧历啦，嗯。